大家好，我是赵丽颖。相约爱奇艺，跟着楚乔走，不怕坑队友。此事一旦透露出去，固然和我脱不了干系，但你也是宇文家的人，想置身事外绝不可能。好啊，试试看。我要是把你们三房勾结大梁谍者的事禀报皇上，你说皇上会不会因为我揭发有功而放我一马？宇文玥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马上要到边塞了，那边风沙大，气候不好，不是个好地方。我想着我到那边受苦，兄长你却在府中享福作乐，我气量小，很不开心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安排一个去处，去守皇陵，因为兄长特别适合和死人打交道。我给你三天时间上奏，我离开以前你必须离开长安，如若不然，我就送你去和你祖父作伴。宇文玥，你欺人太甚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夕，本剧由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宇文玥特约爱奇艺为你播出。阿楚，你这次回来一定是饿坏了，多吃点好好补补。你听我说，这次回来你就不要再出去了。再过三年之后我就可以带你回燕北了。回到燕北的时候应该是盛夏，牧草青青，我要带你去修理山，去修理山猎马。